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广州，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20日傍晚的5:56。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。我现在广州的珠江新城，可以看到这里很多高楼大厦，看到没有？这座就是广州塔了。上个视频带大家看了珠江新城的现状吧，而这个视频带大家逛去广州的提西路，先过一下这个隧道吧。这个珠江新城是全国300米高楼最密集的地方。先过一下，转过去。现在到了下班高峰期了，所以很多一些打工人都下班了。珠江新城也可以说是很多打工人都想来上班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这里的话聚集了广州80%-90%的世界500强的公司吧。这里在搞什么活动吗？这里是广州的珠江新城的一个下城市广场，叫做花城汇。一起急走的话是可以走到广州的广州塔塔下的，因为这个花城汇啊挺大的。走这个隧道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，什么店都有。穿过这个隧道，就进入了广州的提西路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这里？这里是珠江新城去提西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。看到这个隧道有点长，这里可以出去，这里也可以出去，这里出去就是黄埔大道。来了，从这个角度看看广州的珠江新城。哇，这条路很繁忙啊，车水马龙的。恒大中心，这个富力，看，太多高楼大厦了。
学习的话，这些高楼大厦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。高楼大厦看太多了，也就那样。不过有些网友看到我拍老城区，他就会说我黑广州，我挺无语的。但是广州的高楼大厦我不怎么介绍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挺繁华的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后来建的，在30年前吧，这一带都是各种的农田，是广州最穷最落后的农村。因为当时广州的主城区啊，就是荔湾区跟越秀区，这里是郊区中的农村。不过随着亚运会的东风，于是的话广州就马不停蹄的建设珠江新城了，也在那时候广州的珠江新城就拔地而起。现在这里仍然是广州最繁华的区域。现在临近下班高峰期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路上啊，多了很多人，都是下班的打工人。这些楼都是甲级写字楼，很多打工人都在以在珠江新城上班为荣。其实的话，在珠江新城上班啊，工资也没有多高的，普遍都是5-6千吧，如果能力好的话就是7-8千。右拐急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体育西路，也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天河路商圈，看到没有？那里的话有着郑家广场，郑家广场的话，它不仅是一个商场，更是一个国家的 4A 级旅游区，也是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必拍照、必逛的一个地方。可以看到这里很多豪车，保时捷、雷克萨斯、宝马、奥迪，还保时捷，哇，太有钱了。这条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体育西路了，看到没？体育西路最出名的就是体育西的地铁站，在前方的那一条路就是广州的天河路，那一带聚集了很多一些大型的商超。这里是一些住宅区，这些房价呀很贵，因为可以看到它是靠近珠江新城的，所以这里一平方啊去到了差不多20万。所以说称这些房子为豪宅一点都不过分。那里就是天河城了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看我拍的街景视频，麻烦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你们的点赞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。那这个视频就简单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，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